请各位看到滴定这个部分。一般在化学上面，我们会做三种东西的滴定。第一个是酸碱的滴定，就是用已知浓度酸去滴定未知浓度碱，或用已知浓度的碱来滴定未知浓度的酸。这种酸碱滴定，都平常在我们的化学实验里面都会做。那最重要的是讲到指示剂的问题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指示剂不管你国中读或者说高中的部分，都会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指示剂，但是原则上酸碱滴定的指示剂，我们喜欢或习惯用酚酞这种东西，也就是说它从有色会变到无色，或从无色会变到有色，这是我们希望用到的指示剂。那至于说什么甲基红啊，甲基橙啊，或者说其他的，都是某一种颜色变到某一种颜色。那这种东西在实验室里面就比较不太愿意去用，因为会有一些色差的一些问题。第二个是讲到它的一个，好比说我们用碱去滴定一个酸，它的滴定曲线是这样子，这是 pH7， 这是滴定的终点。那这种滴定的曲线原则上都是固定的，或者是说我们用酸去滴定碱，这是酸去滴定碱，不管是碱去滴定酸或酸去滴定碱，原则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图形。那这样的图形之所以要讲，是因为说这一个变化点，它的一个体积的变化点会非常非常的敏感，也就是说你多加一滴，它就从这个 pH 很低的地方就跑到很高的地方，或者说很高的地方跑到很低的地方。原则上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是中性，对不对？既然是中性，所以我们原则上是说 pH 值会等于7。那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实际上我们在实验室操作里面，你没有办法把一个酸性溶液调到说 pH 等于7那么准，因为在滴定的状况下面，你只要加一点点，它就嘣一下就跑上去，或嘣一下跑下来。啊，在这种状况下面，你很难去调成 pH 等于7这种东西。好，这是酸碱滴定，另外一个是氧化还原滴定。那氧化还原滴定的话，在我们讲氧化还原的时候会讲到，但是不管国中或高中都不会去考氧化还原的计算，各位考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上一次跟各位讲的当量浓度，对不对？当量浓度用在哪里呢？最主要用在氧化还原的计算上面。
那在氧化还原的滴定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它就不用所谓的指示剂，很少，它都用本身它自己颜色的变化，好比说高锰酸钾或过锰酸钾，我们习惯叫高锰酸钾，那它是紫色，然后呢，它去滴定别的东西呢，或别的东西来滴定它呢，滴定到终点的时候，它会嘣一下变成红色，会全部变成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被吃完以后，就全部变成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变成红色，或者说反过来也是一样。所以说，在这种状况下面，氧化还原滴定它是用本身的颜色变化在做指示剂。了解这意思吗？氧化还原上面有很多这个东西。好，另外一个是电位滴定，电位滴定这个东西，它只是用会产生一个沉淀。当产生沉淀以后，好比说我这边是硝酸银的溶液，我用氯化钡溶液去做滴定。然后它会一直产生这个氯化银的沉淀，那这个时候电位呢就一直下降，一直下降，一下降，到这边就表示说硝酸银已经全部被吃光了，对不对？了解这意思吗？然后你再继续把氯化钡加进去，它里面的离子就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越来越多，它的电传导率又开始上升，所以说这一个就是所谓的滴定终点。那在滴定上面会有这样三种形态啊，会有这种三种形态。好，请各位看那个12之5A 那个题目，请各位改一个东西，它这个东西是写错的，请你把它加一下，加个括弧写个二，是氢氧化钙，氢氧化钙。12之5A 那个下面0.125m 的氢氧化钙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把它加一下。请你翻过来看到12之5C 这边讲到一个题目，这边要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，这边讲到说有一个东西是碳酸钠跟氢氯酸反应，
他说碳酸钠找到那一节吗？十二支五烯，题目，十二支五烯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直接找到了。好，这一题说碳酸钠加跟盐酸反应，它会产生二氧化碳。它这边告诉你说产生在这个标准状态下产生了3.5升的二氧化碳。它问你说这一个氢氯酸水溶液的浓度是多少？它这边告诉你说产生了3.5升。他问你是这一个的浓度是多少的一个问题。好，在这种状况下面，上次就跟各位讲过了，STP 的状态下面它是22.4升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二氧化碳的摩尔数计算出来。算出来是多少？0.15625。好，这个单位是摩尔。那在这种状况下面，这边就同时考你系数比等于摩尔数比，所以这一个摩尔数出来以后是要除以二，对不对？才是那个盐酸的摩尔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然后这个东西除以二是盐酸的摩尔数。好，然后他跟你讲说是50毫升，这边再除以这个东西就是盐酸的浓度，可以接受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哪一个要我讲？哪一部分要我讲？陈玉，我在看。陈佑，没有问题。OK， 志杰，好。李源，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反应系数比等于摩尔数比，你这个计算出来是摩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是盐酸比二氧化碳是2.1，是根据这个来的。是不是？啊，既然这个2:1，两倍的 CO2 等于一个 HCl， 对不对？哎，这边是要乘二，除二，对不对？这边乘二还是除二？应该乘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出来乘二才等于盐酸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问题？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，
那这个东西的比值的问题是第一个要注意的。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确定的话，你可以先把这个等比式把它写出来，然后再去处理下面的一个计算。OK， 啊，那通常来讲，你如果说题目做惯的话，就直接用看。这边最主要就是会有一个气体产生的问题，从气体的体积算出它的摩尔数，然后用反应系数比，然后算出另外一个摩尔数，然后它会告诉你另外一个东西它的体积是多少，用它的摩尔数跟它的体积算出最后盐酸的体积摩尔浓度。OK， 啊，那这种题目你在国中是绝对没有碰过的，因为国中只会告诉你克数，它不会告诉你体积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点请各位注意。好，各位请看那个学习重点 Part A 的学习重点，那边有一句话。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讨论，在十二之一下面有一句话：当强酸溶解于水，强酸会发生解离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？当强酸溶解于水，然后呢，强酸会发生解离。新的没有。新的没有。新的课本没有。我想问一句话：当弱酸溶解于水，弱酸会不会解？不会。会。弱酸会啊，应该是会吧。所以说这句话根本就是讲难听点的废话。因为哈，各位，它之所以可以称为酸，它的定义就是说，在水里面可以解离出来氢离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它已经有解离的观念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我说这是酸，这是碱，就已经有解离的观念包含在里面了。你不必再告诉我说什么东西在水里面会产生解离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啊，所以当我们在化学上面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有它的名词名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包括了一个概念在里面。好比说，我喜欢喝茶，茶里面呢有茶碱，那请问茶碱会不会解离？我已经告诉你那是碱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如果说不是不会解离的话，能叫碱吗？就不行，对不对？了解这意思吗？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它的 B 啊，这 B 的部分。那 B 的部分原则上只是把水溶液其他的东西再讲一遍。新的课本有没有 Part B？ 有。OK。好，溶液的导电度，这边就讲到了一个所谓的电位低定的问题，其实就是电位低定的问题。啊，
当一个溶液里面它的离子越多的时候，请问它的导电度会变强还变弱？越多的时候变弱。离子越多的时候，导电度会变强还变弱？应该变强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是，因为它可以带电荷的跑来跑去的东西就多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像你们打篮球一样。那如果说人多的话，这边篮球架有100个球，然后你要把这100个球搬到那边篮球架去，那只有你一个人，一大早来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你是不是这边拿一个球跑过去，然后再跑回来再拿一个球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时间到了，公车也到了，然后他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都进来了，人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就说，哎，大家来帮我搬球，那是不是就人多好办事嘛？是不是？好，那这边导电度就讲到两件事情哈，一个是金属，金属自由电子，你们有没有上过？金属的自由电子，金属的自由电子，叫做电磁海，好像没有听过。也就是说，好比说这边都是蜡，这边一排都是蜡金属，然后呢，它蜡呢？它最后有一个自由电子，对不对？钠的电子有几个？9个。什么？11个。所以说它有一个自由电子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价电子很好。对。所以说它这些电子呢，都是一个一个的电子，然后这边呢就会形成一片所谓的电磁海，然后这边一个电子过去，这边就可以一个电子出来，这就是金属可以导电的一个原理，我只帮各位在复习。另外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一个电解质，当电解质变成当电解质加温加到一种程度，它融化了，它也可以形成导电的状况。OK， 以前我们在兵工厂里面做的热电池，装在飞弹上面，热电池，那个里面就全部都是干的东西。然后，当它要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先给它一点点的电流，那个电流很小，1.5伏而已。然后这个时候里面就会产生燃烧，然后里面的所有电解质就会全部被弄成液态，把它烧成液态，所以说呢温度非常高。然后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产生氧化还原的状况，然后它会有电流产生，了解这意思吗？所以这只是帮各位在复习而已。所以说导电度这个东西在溶液里面，是当它的离子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它的导电度就会增加。另外，当我们讲导电度的时候，一定要讲一件事情，
导电度这个观念会牵扯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上一次我们讲过这种东西的 KSP， 就是溶解基常数，这溶解基常数，那这个 KSP 很低，就表示说它几乎溶解的很少，所以如果啊，如果啊，今天你用盐酸加上硝酸银，那最后呢？所产生的东西呢，就是氯化银就全部都沉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的导电度会降低，导电度会降低。那为什么会降低呢？因为银离子跟氯离子都形成了沉淀，离开了溶液，离开了溶液。所以当它的解离度越大，它的导电度就越大，所以说才会有强酸弱酸、强碱弱碱的区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强弱的区分就是解离度的大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讲到一个各位应该非常熟悉的名词，这三个字，这个名词在定义上面有没有问题？自己这样看，这个定义是什么？念过听也可以，可以让纯水导电的溶质叫做电解质，可以让纯水导电的溶质叫做电解质。好，各位看哈，这个三个字这种东西一定要能够溶解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能够溶解在水里面，然后呢，它溶解在水里面呢，这个水溶液就可以导电，可以使水溶液导电。所以说它为什么要用纯水两个字，它不用水，国中就只讲水，它不会讲纯水，因为高中生的想法就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没事大家就会对着老师猛打枪，所以说他就跟你讲是纯水。好，这个东西一定要能够溶解，一定要能够溶解，不能溶解的绝对不是电解质，因为你不能溶解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离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这边呢，除了溶解以外，它还有一个概念要能够解离。如果说一个东西能够溶解，它不见得可以解离，对不对？好比说葡萄糖或糖然后酒精这种东西
可以溶解溶在水里面，但是呢它不会解离，对不对？那不会解离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不会形成离子，不会形成离子就没有办法导电。所以你从这三个字把字加上去，其实定义就出来了。所以只是大家把这个东西叫做电解质，如此而已。对不起，喂，喂，耍我。各位，请看到十二之六的 B， 学习平量十二之六的 B。那边有一个东西叫做氨，这是一种气体。当这种气体溶解在水里面以后，它会形成氢氧化氨，然后这种东西在你国中的时候，老师一定会要求你背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带正电荷的一个原子团，对不对？一个根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叫做什么东西呢？叫做氨根，对不对？所以好，这个时候，这会有部分的 OH 氢氧根离子会解离出来，所以说氨是一个弱电解质。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好，我先停一分钟，黑板上的东西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我照相存证以后就要擦掉了。这三个字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蛮新的名词，因为我们在化学上面原则上是不读这个东西的。好，它什么叫做依塑性呢？就是溶质越多，它的凝固点跟沸点的变化越大，溶液的性质随着溶质对溶剂的相对含量和变化称为依塑性质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把盐加到水里面以后，它的沸点会升高，凝固点会下降。我再讲一遍，当你把盐加到水里面去以后，
一份的盐可以产生两份的离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如果说为如果说一个东西不能够解离，它一份溶在水里面只会形成一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依束性质就是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水中的溶质它的总量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相对多的时候，它的所能够影响到沸点跟凝固点。这两个就影响就会比较大。好，下面有两个公式，下面有两个公式告诉你说是怎么样去算这个凝固点的上升，或者是说沸点的上升的影响。那最重要呢，它会有两个常数。它会有两个常数，问题就在这里。这两个常数都必须要去查表才查得出来，也就是说，氯化钠溶液有氯化钠溶液的常数，然后葡萄糖溶液有葡萄糖溶液的常数，都不一样。重点是在这里。今天如果说是氯化钙，它会形成钙离子加上两个氯离子。如果说是氯化铁，如果说全部解离的话，它会形成一个铁离子加上三个氯离子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所谓的依束性质就是说，这一个沸点上升跟凝固点下降是最大，第一名，第二名，第三名，第四名，所谓的依束性质就是在讲这个。也就是说，它水里面的东西越多，它能够影响沸点跟凝固点的效用就越大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边有四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边有三个，这边有两个，这边只有一个。所以说叫你去比较，如果说叫你去比较这四种东西溶在水里面，它能够使凝固点下降跟沸点上升的一个大小的时候，效益大小的时候，
就是这样，一二三四，这叫做容易的依素性质，有没有问题？所有东西都这样。嗯。所有东西都这样。就是看这个容易里面有多少东西，东西越多，它能够影响的状况就越大。那什么叫东西越多呢？那很简单，就是它的离子越多，它的效用就越大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嗯。好，所以你当你去看课，看那个课本内容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可以理解，你只要记到这四个状况就可以了。了解这意思吗？啊，也不过是比大小的，他不可能叫你去做计算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讲电解质跟依素性质的问题。旧版的是在337页，我已经讲到337页，就是电解质跟这个容易的依素性质的问题。好，请各位翻到旧版的338页，其实那边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离子的总量观念。各位一定听过这个名词，叫做总量管制，有没有？你去参加什么灯会啦，或者说到阳明山的花季啊，怎么样的，都有所谓的总量管制，就是人进去只能那么多，那人不出来的话就不要进去了，这是所谓的总量管制。这种总量的观念，在我们讲容易的浓度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好比说，我们在家，你们妈妈在家帮你们准备晚饭。然后呢，煮了一锅汤，如果说不小心哈，盐加多了，那怎么办？加水，对不对？然后让它变得比较好喝一点，不然的话大家都喝。那请问，盐巴的量少减少了没有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只是变稀了，就叫稀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，当我们讲浓度的时候，就很重要一个就是，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少，你只是把它稀释。但是呢，我要管是管你什么呢？我要管你的总量。好比说，我们都知道氢化物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毒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环境水体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在这种状况下面，我们不能说我在那个排放口取一点样，然后呢我去测你排放的浓度。请你注意，当我们讲总量管制的时候，不能讲说它单一的浓度，我们会要求
产生这样东西的一个单位，说你一天或一个月只能排放多少，这是总量管制的一个观念。总量管制，也就是说我不管你稀释不稀释啊，你只能排放那么多量。当然你要排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是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浓度以下，否则的话你不能说我一次就倒一瓶下去啊，那整条河都完蛋了，对不对啊？各位有用过那个手排的什么超级小刀吧？有没有？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用过那种超级小刀？运输机，运输机那手排的，有只手的那个，那家工厂是全台湾最牛的工厂，这一段帮我删掉。好，下课。